二人去，依然归。你现在的好朋友呢？有啊，我和你啊。傻子，只有我到了这里，游戏才能被净化。然后呢？看看对不起，光看月，我不能让你死。看看你不去，我的结局也一样。月亮带，但我的结局不一样。梦想是甜蜜蜜，追寻的老病死。爱别离，怨憎会，我不会迷失方向，求不得，我拥有无因至少，在我会中看见未来的出现，能跟你们一块过春天，不孤单，终有一天，相遇总会分离。和你在一起的这些日子，经历了很多开心的事，我很知道是假的，但时间是真的。你小时候的好朋友长什么样？我没有以后，幸福永不变，甚至我都没有以前，我忘记了。所以在你的编程里，就是为了等着跟我相识，这最后的相识也是最后的告别。我姓阮，林白洁，你叫什么？我在零九时。我救你，当然是希望你值得被救。送给你的，就是你的，送你的礼物。虚拟和现实并不相同，我一直这么认为，所以我盲人。可直到我遇见了你，现在我就希望这条路能长一些，从出现到消失都没得选。一直以来我都没有选择，我陪你进门，我现在送你去死，我都只能接受和理解。你们在哪个世界，我就在哪个世界。哦，这路真长。哪里路长？什么路都会有尽头。好久不见。不久，回来就好。祝愿各位能够相守之人，常伴左右。